看一下，这么久没有出现，稀客非常难得。对，今天说来剪头发，大家一定都很关心他最近都在忙什么。后来没有出来探险之后，忙着什么？忙什么？哈哈。忙孵蛋。忙着生小孩。啊，所以现在几个月了？八个月了。大家看一下，你看，在这个探险团里面，结婚的结婚，然后忙工作的忙工作。多久没出来了？一年有喽。差不多一年了。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啊？去那个山上那边嘛，对不对？就那一次，最后就后来就没有了嘛。那你会不会怀念那个时候出来探险的时候？是哦。你要剪短哦。确定吗？预产期什么时候？3月中哦。要剪呢？剪了。剪了。为什么想剪短呢？因为很麻烦。你的短发不能弄太短，有颜色的刚好都剪掉了。对啊，几乎剪快光了呢。很棒啊！你现在你说胖到几公斤？胖十五公斤。胖15公斤哦，那现在不就80？我80的话，我之前要65。哦，很累哦。那个 feeling， 刘海不能剪短，刘海剪短就会变得很笨，刘海要长的。那你有去领什么妈妈手册那些吗？有啊。他不是会送一个像纸箱给你装小孩的？你怎么知道？资源回收箱，看起来超像资源回收箱的。确定睡得着吗？那种箱子。底下要垫东西吧。现在觉得怎么样？这个剪下去之后，你看哦，你看这边的发尾，是不是很柔和？你看这边，会翘。你看这边是不是很柔和？对，所以我在给他自己吹。没有啊，你可以，你也可以不要吹啊，吹干就好了、啊。吹干也可以很好看啊。哎，你有掉头发吗？应该没有。应该要产后才知道。坐月子在哪里坐？在家坐。我在家里坐。现在月子中心很贵呢，这如果之后要流产，也还可以再流产。会流产？就重流啊。可是这个长度要流很快啊。对，膝盖跟头发有什么关系啊？不是膝盖会长。哪有？就算有人说会长才长。没有吧？问观众喽。鸡蛋、肉。对啊，蛋白质啊，蛋白质才会长头发。下面就会很好金色哦。你这到时候也可以绑啊，这样，微微的绑起啊。你现在晚上睡觉不就坐着睡吗？没有，就是会翻来覆去。可能跟我上次被虫咬那一次差不多，就是一直是醒的状态。去挤压到膀胱吧。对，你侧面看一下，很轻盈。反而还好哎。脸还好，就是不明显。身体是一定的啊，废话，塞一个小孩在里面。没有啊，我有本钱玩吗？不过高雄这次过年也是很多地方都可以逛啊。有没有中分？不是啊，我不是要中分啊，我不是要剪刘海呢，我是要剪前面。我把你的头剪得像风之谷初心者的头干嘛？
这个长度就是刘海要这样子吹完的时候，这个刘海是要有弧度。你拨拨看，很轻。然后那个型，等一下我这个拿掉。这个我是勒死了。何孔？看一下，有没有整个时髦起来？哇操，剪那么多呢？你坐着洗比较舒服吧？哦，很久没坐着洗了呢，不知道会不会帮你洗脸，熟悉一下手法。技术这种东西啊，它有一个肌肉记忆，就是你会，就算你自己已经忘记，可能不太会，碰到的时候，它就会自己想起来。生儿子，像你这种弄白目，你也没多好啦。生儿子大汉，拿摄影机去探险啊？不需要吗？你吹干的时候不要分线。再晒一下，再晒一次。嗯，好了。